我要进行 pH 10的校正，将电极放入 pH 10的校正液中，等待数值稳定后，长按这两颗键进入 pH 10校正。此时画面会显示 pH 10的校正值。接着我们长按这颗键进行校正，校正完成后显示 SA 表示储存校正。我们再按这两颗键回到原本的测量画面。此时 pH 10的校正已完成，接下来将电极取出，放置蒸馏水中清洗干净，拿干净的纸巾擦拭，即可进行待测物液体的测量。以上为 pH 计的校正流程，谢谢你。